野生的娇娇，我们先拍照再一个，拍个照啦，拍个照，来，后面同学来一起来哦，哎，找师老师一起来，老师一起来，哦，好晃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张，哦哦哦，再一张，好哇，我真的很喜欢三位老师啊，这很喜欢，我很喜欢三位老师，真的，那我们先恭喜娇哥今年金钟奖，我们拿下最佳综艺节目奖，恭喜娇哥，恭喜。 好了，我们今天是来干嘛？我们今天是来干嘛？我是对啊，推荐。那这样，那我们第一次嘛，我们都不太会。对啊。那我们请评审老师教教我们。可以教教我们怎么做吗？教教我们。教教。喂，不是那个娇娇啦，吼，不是这个娇娇啦。还在娇娇。你真的很累哦。哎。 那个瓶瓶罐罐东西可以带上来这里的吗？什么瓶罐？瓶罐，瓶罐，瓶罐，瓶罐。喂，不是那个娇娇啦，太衰了啦！太硬了，这太衰了啦！硬要硬要。好了，不闹不闹了，认真来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位吼，不得了了，中山没有一个人认识他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，不认识他。好，来告诉他，他有什么称号？来，小王告诉他，号称中山声音的魔术师，声音的魔术师，言语的艺术家，言语的艺术家，红尘的苦行僧，红尘的苦行僧，情侣的 LED 灯，哦，OK， 这个称号我知道很厉害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欢迎苏博士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博旭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山社会系苏博旭。那我现在来到金牌麦克风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。刚大家可以看到。 我身上这件衣服，写着我不是废物。对，今天我就是要来证明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妈跟我说，你若是没出国，你就莫搞回来。今天呢，就是想要透过电视机，然后跟我妈讲一些话，就是，妈，我真的很想你，很爱你。那希望我之后成功了，可以回家抱抱你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博旭。 我来自中山社会大三啊，那，哇，中山社会是不是？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 ，OK， 那我目前呢住在盐城区，所以大家可以叫我盐城旭。OK OK， 哎，评审老师，你们怎么都有戴耳机呢？他没有耳机，你没有？我没有耳机，所以你是没耳机博旭，没有没有。 以上都不是真的，叫我 Porsche 就可以 ，Porsche， 叫 Porsche， Porsche。 哎，你们可以下去了吧？要了，我们很难得上来了。对，大家都在让我们多带衣。好啊，好。哎呦，这个前面这两个太可爱了，而且他们好认真，他们刚刚在后台就一直在一直彩排，一直在练习。这两个真的很优秀，真的很优秀。我真的诚挚建议制作单位就是昌宪可以休息一阵子。哎呀，开始，我恭喜你又稳，我要恭喜我啦，我恭喜我，恭喜。哦，昌宪很厉害，昌宪一点都不菜，嘿，昌宪超，昌宪不是菜，昌宪。好啦，来，真的要听你真本事喽。真本事，没耳机博旭，言承旭。可以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要唱什么歌？李圣杰最近。好，加油，请开始。 最近不说话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？听说你最近很孤单，有点乱，有点慌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。 你想要的。
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我们不适合，也不想认输。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，都是想要哭，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。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。过关了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！哎，我过关，我是我过，哦，是。因为我们知道他会过关，所以我们还帮他做了台词，对，帮他做了那个过关牌，有没有？过关，耶耶！好，有点冷掉了。对，没关系。好，过关重要。谢谢，真的很棒，你们三个人都很棒。嗯，谢谢小哥。真的，我真的很喜欢你们，真的。你的屁股，我们在录影中。而且你的屁股刚刚一直在中后方，你知道吗？你转回来，来切一下。三台中间那个，转回来，转到正面啦。转到正面。这是我吗？你这样遮着珊妮老师，她可能会暗插哦。没玩过这种，真的。我带你特别兴奋。带你去台北主持之前，会先带你去看医生。我先确认一下这个人可不可以用。林冠老师，歌艺的部分讲一下。超厉害。而且你的声音有一种特质是可以安抚人心的。本来这首歌是蛮典型的一首拔辣歌嘛，对。然后你唱的真的有进去这个歌里面的，对，声音好，谢谢。对，然后唱的也好，情绪也非常到位，对。虽然样子有点滑稽一点啊，不过真的唱得很好，谢谢。好，恭喜你们，太棒了，谢谢。现在在录了吗？在开始了吗？哦，对，在开始了。我们要讲话，其实对，我对，可是我不在擅长讲话。那我们都唱歌好了，都唱歌，好。其实从来没想过要过关，我唱歌冷眼旁观，没想到我在这里。妈，我爱你，金牌麦克风，周四长虹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